We come here with great sincerity and hope to cooperate with your company. For the starring role, we have contacted the internationally influential actress Miss Han Hui. She'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actresses in China, and she also conquered Hollywood audience.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陈总好。妈，你宁愿得罪福克西也不要用韩慧。很多海外公司都盯着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我无所谓跟哪家公司合作。怎么，你还对韩慧念念不忘？她回国发展不会是你抛的橄榄枝吧？你想多了。既然我想多了，那你就该找个女孩子好好谈。我怎么觉得这个女孩子有点像刚出道时候的韩慧啊？是有点像。近日，韩慧与暴风狙击剧组一同走上了戛纳电影节红毯，作为此次主竞赛单元热门。韩慧真的要回国了？据我所知，她已经在联系国内几家顶尖的影视制作公司了。飞沫自从和韩慧分手之后就再也没有谈过恋爱。我担心。您担心韩慧回国之后会继续纠缠叶总？我们得想想办法才行。请进。叶总好，我是您的新秘书。林正，把这女孩送出去。叶总，这是程总安排的。他做我秘书，你就是叶。请。没事吧？我好像站不起来了。我是说，我的车没事了，我的行车记录仪全都录下来了，是你自己突然间冲出来的，叫我妈别再玩这种把戏了。你好。你不是约了我吃饭吗？我临时有事去不了，叫了个女孩过去陪你。哎，儿子，这个女孩子很不错，师从著名钢琴家马克西姆。我听说最近程总给你变着法子找美女，都让你给拒了，真的假的？无聊。你不要，你可以给我呀。你缺吗？这个偷偷一上。不过费墨，自从韩慧离开你之后，这么多年你身边没出现过一个女人，你不会是还没放下她吧？我就不明白了，这韩慧有什么好？想打架？我打你。好像你能赢似的。你这么说我可就不乐意了，要不咱俩先出去试试。幼稚。飞沫呀，你得听人劝，咱俩是从小一块玩到大的兄弟，那韩慧有什么好的，对吧？对，他是高一点，身材稍微好。你干嘛呀？去厕所啊。
小凯怎么了？姐，房东让我准备100万，要不他就把剧场这块地给卖了。什么？100万？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你别着急，我来想办法。啊，3、2、1，开始。咔，再凶一点，知道吗？再凶一点，加水，再来一遍。开始。咔，咔，咔，咔。再凶一点，懂吗？明明是他不会演。对不起，对不起，我好好演。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快来加水，再来一遍。开始。辛苦辛苦，谢谢大家。影片层层加密，还是泄露出去了。这肯定有内鬼，而且这内鬼级别不低。明天你回公司，替我向董事会请假，就说我生病了。你假装生病，让内鬼露出马脚。哎，那个5203女孩找你了吗？没。还有没把你叶飞墨放在眼里的女孩啊？那为此我得干一个。飞墨，你觉得那个泄密的内鬼会是谁？我心中倒是有一个怀疑的对象。林正。哎，那你怎么还装逼啊？我比较关心的是他背后的人，正好这几天休假，他有时间和空间去动些手脚。不对，我看你是想借着休病假的时间去找你的5203女孩吧。我休个病假也要你管？哎，说真的，我还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容下其他女孩，我以为你只想着韩慧呢。毕竟那可是深情一吻救了你的性命的白月光啊。韩慧不是他。你不是说他身上有蝴蝶胎记吗？这是你在水里唯一的印象。那不是唯一的印象，还有那个吻。可能这一次我真的找到他了。小凯，不许办，都给我放下。小凯怎么了？喂，姐，房东派人来搬东西，外面还有铲车要铲平剧团。你把电话给房东。哦。喂，东哥，您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再给我15天，我只要15天，我一定把钱筹到给你。行，看在你爸妈的面子上，我就最后再相信你一次。小暖，东哥也有难处，到时候你可别让我为难。嗯，好好好。很高兴你能改变主意，霞剑姐。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找我呀？
我们找你自然有我们的理由，你暂时不用知道，你只用告诉我做还是不做。我做，我当然做了。成交。